今天因缘成熟，那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佛教的世界观。我们先解释什么是世界。世界的世，我们说三世：过去世、未来世、现在世，是吧？那么这个世就是代表时间，时间呢就是千流不息，就是运动。那么什么东西在运动呢？不是风动啊，也不是幡动，是我们的心在动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时间这个概念在白法明门论里面讲到了心不相应心法。什么叫心不相应心法呢？它是一个虚拟的概念，为了描述物体运动的时候的一个概念，也就是时间本身是找不到时间在哪里。那我们有时间的感觉是因为我们的心在不停地在动，刹那生灭，就有了时间的感觉啊。那外在的物质世界也在动，是吧？啊，山河大地都在动，一切都在动，包括我们的心。那外在的山河大地呢，事实上它也是属于第八识的相，那它事实上也是心动的一部分啊。那么呢，这讲的深了，我们先讲我们的意识心。意识心在动，决定了人类的时间感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。界是方位，界就是三界，我们都知道三界呢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那么呢，欲界呢最低的一层是人道，这个欲界的人类呢生活在太阳系里面的地球上。那么呢，也有所谓的四维上下啊，十方，用十个方位来表达。事实上呢，方位不止十个方位，要细分的话可以分成百个千个都可以分，是吧？大概的分东方啊、东南方，那东南方这中间夹着有九十度，这都叫东南方。细分你分一百分，分一千分都可以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界不光是方位啊，就是众生生活的一个范围。那么人类生活在太阳系这么一个范畴里面，这个叫欲界的某一界。欲界里面又分好几层，一层一层的也是有界限，不同的界。那么这个界是怎么区分的呢？还是我们的心决定的啊。我们的心可以感受到的不同的这个范围就是你的界。就像我们人类能感受到的，一般来说就是地球了，太阳了，最多就是太阳光了，主要是地球了。那么其他的远方的什么星辰呢，那就是能感受到一点星光了啊，我们现在还到不了那儿。不同的众生在不同的界范畴里面生存啊，时间和空间都不一样，所以说不同的众生生活在不同的时空里面。轨道的众生呢，因为他的心动的跟我们不一样了，所以他的时间感跟我们不一样的啊，就人死了以后中阴身的这个时间感跟我们感受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他的心动的速度不一样了，他感受的世界就不一样。还有呢，这个范畴就是他那个五根，特别中阴身的眼根啊，就是眼界，他的眼界跟我们的眼界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个界呢跟我们的五根都有关系。你的眼根感受到的这个范围啊，能够看到的叫你的世界了，就是你的这个空间了。你能感受到的通过眼睛、耳朵、眼根、耳根啊、眼识、耳识、鼻识能够感受到的这个空间。那所以说呢，我们一般只是通过五根来感受空间的存在，心呢动的速度来感受时间的存在。所以说时间和空间都是心不相应心法，都是一个虚拟的概念，不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物。
我们都知道十法界地狱众生他是生活在地狱里面，他是一个界是吧，轨道的众生还有旁生人类欲界还有色界，色界呢就是说当你修禅定的时候，你在禅定当中做做做做的，哎，你的心呢突然切换到这个色界去了啊！你们知道这个切换这个概念没有，就是你心定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自然切换到这个色界去，到了色界初禅天，你的心呢就在初禅的状态下，时间久了呢你能看到初禅天的其他的众生，因为你的心动的速度不一样了，越高的天众生的心动得越慢，动得越慢呢他时间就过得越快啊，因为他心动得很慢，就是说我们一秒钟的感觉他可能就是一分钟的感觉，感觉是一样的，因为他动得慢了，他很慢很慢，他的心动得慢，感受上他的寿命就很长，所以说越高的天众生呢他的心动得越慢，到了色界呢，哎，他的心更加慢了啊，他就是越来越静了，他这个心呢切换到那个色界的时空里面去了，有初禅天啊那一界，再深入禅定，到了二禅天、三禅天，才慢慢的一个一个切换过去。我们那个八识田里面，三界里面所有的那个界，也就是所有的时空，我们都有那个种子，我们都在那个地方生存过，所以都有那道门。通过禅定都可以进入到那个世界里去，我们死后升天就升到欲界天，那么你就切换到那个倒立天或者夜魔天去了，那是切换过去的啊，因为你的这个心呢不一样，心动得很慢，然后呢又善了，贪欲比较少，它就会到那个世界去了啊，就是这样在六道轮回不停地切换。如果你要修行修得更好呢，破了我执以后呢，他就可以切换到这个阿罗汉的境界啊，就声闻的解脱的那个境界，没有我执的那个境界去了，就是出世间了，超出三界了，就是你的心超出三界，它是另外一个世界啊。但是小乘的那个世界呢还有世界的，因为它的时间和空间还没有彻底的超越，这个究竟圆满的佛陀才能超越时空，超越了所有的世界，当下，就是永恒。 那只有圆满的佛陀才能达到这个境界。那阿罗汉呢，他还有他的世界，他的时间和空间都过得非常慢了，你看他一路灭尽定或者一路他的小乘的涅槃，一万大劫就过去了，很慢很慢啊！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刹那，他的感受是很短的啊，他没有什么感觉的，因为他心动的慢呢，他的一刹那可能跟我们的一刹那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啊。我们的一刹那可能就是 0.0001 秒，他的一刹那可能是一万年，因为时间是相对的，是心动的快时间就煎熬啊。众生越苦啊，他的烦恼越多，心动的就越快，时间就过得很慢，因为要苦嘛，就是这样的啊，所以说地狱里的众生呢，跟人间不一样。我们人间十分钟，他在地狱里好像就经过了十年，有那种漫长的时间，感觉到度日如年。在地狱里就是度分钟如年了。苦难的众生，他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漫长，那因为他心动得特别的快，然后苦难特别深。这个就是讲了一下时间和空间，大概给你们解释了一下。那出世间呢，刚才讲了菩萨的世界呢，就是越来越接近佛陀的那个境界了，他那个界越来越宽广，时间呢对他来说也越来越慢，所以到了佛呢，佛的就慢到什么程度呢，就当下就是永恒，当下就包含了过去未来现在，就在当下他都能够观到，佛的超越时间的范畴了，就是还有空间 也超越了，所以说的这个十方法界就在他当下这个心上，佛的心呢包含了十法界，一真法界啊。佛可以把十法界当下转化成一真法界，
啊，还是戒啊，佛就是在一真法界当中，佛在这个界里面。所以说世界这两个字啊，你们慢慢去体会。那修行呢也很简单，就是慢慢的把你的心清静下来，去除烦恼，去除执着，你的心就会动得越来越慢啊。执着的就是增加这个力量，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物体你给它一点力量它就加速了是吧，你不给它力量呢它的速度就加不快了。所以我们凡夫呢越执着那个速度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，哎呀那个心就是停不下来了啊，造业呢也是停不下来了，太快了，那个速度力量太大了，就是我们说的惯性太大了。每次造业的时候就是在给我们的心加速，但那个心的动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越快的话它这个惯性就越大呀。我们都知道物体运动的时候速度越快是不是惯性越大，惯性越大就停不下来了，这是造业，就是啊，这个业力就越来越强大，停不下来了。我们修行呢就是要让这个心慢慢的减速，不执着就是不加速，执着就有加速的，执着就是给力，给力就要加速了，就像车子踩油门一样的，一给力它就加速啊。我们的心就是这样，你一执着就加速了啊，就要受苦了，因为这个心一执着它就要苦了嘛，它就行苦就产生了，行嘛，行就是动，这个动的这个惯性带来的苦啊，就是不自由的苦就产生了。总体上就跟你们讲一下世界是什么意思啊，不是我们平常说的世界，就是地球上面山河大地叫世界啊。我们平常说的世界呢概念太小了，师父讲的世界不同的这个众生还有圣贤都有不同的世界。那么怎么样来认识这个世界呢？通过修炼慢慢的提高我们的那个认识能力，最好的办法还是现证，就是你通过修炼你的心直接就切换到那个世界去了，你直接就现证到那个世界了，那是最好的。所以说我们叫证，证什么？证就是你的心直接进到那个时空里去了，在那个境界里面。我们说境界，境界其实就是世界，从心的角度来说叫境界，从时空的角度来说叫世界。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业就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，不同的众生就在不同的世界里生存，